就要成了，老妖，把我爹的剑，还有灵山的元神还给我。你爹的剑？那你就去问问你爹云天清，我为什么要毁了望舒？望舒乃琼华圣器，我绝不会让你等悔之。实话告诉你们，待我毁了望舒，你等人族都活不了。 我们在仇，这19年平静的生活，要是没有那么多的恩怨仇恨，该有多好！